冬天阳光下，北京的火车站人潮繁忙依旧，只不过现在有个地方你不方便去。现在很多天津的车都停运了吧？啊，停运了。对，很多都去不了天津了。从天津到北京搭高铁最快不到35分钟，很多人每天通勤往返在这两座城市间，但现在都被要求在家上班。北京市也呼吁市民，除非必要，别去天津。那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现 Omicron 的本土社区传播，并且这个传播链疑似已经扩及到了河南，也让北京上更加严防可能的天津疫情的输入。那会不会担心影响到北京？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离得很近，人员流动比较多。更紧张的场景出现在河南省的滑县，8号下午本来应该是离峰时段的8线道大马路，突然塞得水泄不通。现在是几千名学生都是临时通知放假回家了，在校门口其实是产生了一种拥堵的状况，感觉很壮观。面对 Omicron 变种的高度传染力，现在大陆微博上还有不少人在询问天津、河南等各地的城市某个地方安不安全，因为有事得要出门，又怕一去了遇到疫情回不了家。 TVBS 新闻朱光宏、陈韵文北京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